是什么信念突破历史情节，牵起两岸的瓷器情缘？是什么行动抚慰急难与济贫，也开启不分城乡的善循环？是什么力量能够25年不断，更要横持行善的坚定步履？本周正言法师菩提心要，看慈济人如何在菩提大道上用爱铺路，寸寸行。